近日，著名演员范伟和女神林志玲在陈凯歌新电影中的床戏让网友大呼不忍直视，这画面超出了脑洞能想象的范围。范伟作为内地实力派笑星，演技毋庸置疑，曾几何时和赵本山是央视春晚的黄金搭档，合作的卖拐、卖车、功夫等都是经典小品。和赵本山分道扬镳后，范伟把演艺事业重心转到了电视荧屏和大荧幕上，主演了《老大的幸福》《先结婚后恋爱》等众多热播剧。虽然在电影里范伟塑造了众多搞笑的形象，现实生活中则是不折不扣的好男人。范伟的妻子杨宝玲曾是一名护士，两个人1988年相识，90年走入婚姻殿堂，两年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范伟曾在采访中说，家里的财政大权归妻子，不止一次对妻子表示感谢，而他们的儿子近照也遭到曝光。